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分手吧，啊，分手吧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。我真正的美隐藏在肌肤之下。玩一把蜘蛛。哎呀，千万别抓野，我吃点饭啊，千万别抓野，我吃个红烧肉。全军出击。杀的，啊，来人，来人，啊，打个红啊，推。攒个小蜘蛛，谁的人头啊？我的人头啊，那还行。咱们下路啊，都没吃到兵，我们要杀就杀奶妈，别人不能杀。但是现在没点盐，很难办。哎，弹到奶了，可以啊。哎，又弹到了，可以。推 A 点咬，螳螂来了！螳螂二级学的啥呀？螳螂啊！别着急啊，二级学个 E。捆住你的奶，咬！可以越塔。快点推！别让他升级。捆，推，咬 A 起飞 ，nice。直接双杀！哎，这波不吃塔皮可太难受了啊！吃塔皮呀、啊，这老些兵呢？这不吃我可吃了，把这兵线给他推进去。好，回家。直接来个800。嗯，这奶妈不是能回吗？让他回，咱直接来个800。拉一拉线，就可以看到提线木偶的舞蹈。你不会也送死刑宣告了吧？我靠！失策了，早知道这个样子，我就不出了。捆住你的奶 ，W 接 Q， 咬你的奶，咬，起飞降落 A， 咬 A， 啊推，奶妈还敢放肆，点血，
看看这奶妈还敢不敢在这放肆，放个小蜘蛛。炮车不补，老妹儿，我瞅着难受。点塔，这也能被抠着吧？喝个药，一发换溜，炸着了，还行。先复个E吧，能捆他的嘞，捆的时间长一点。挖掘机呀，先插个眼儿的，看着挖掘机敢不敢来。要不俺俩别推了，你老推线的话我也不好杀他，你说是不是？来一打不溜，推咬，没法上啊，还是得打着奶妈，要不然就给奶回来了。先插个眼儿，一打不溜，推咬挖掘机，给我打死这个挖掘机！咬卡莎，再平 A 一个咬闪现，耶！奶妈吃鸡儿了，咱直接来个莫雷洛密点吧。技能级数15，法力回复100%，50法强，70法强，要这个。来这个，也忘记换扫描了。可以，耶，闪现狼。那闪现那就没办法了，那怎么整？那打个蛤蟆吧，反正也没事干。你这奶妈挺可挺骚啊！一打棒柳 QA 咬点人，你跟我打闪平 A 点推 A 一打棒柳 R 起来降落走位，阿卡丽怎么跑过来了呢？换个扫描啊。换一个法师之靴，让他们不知道我在草丛里边啊。在草丛里边待着，在这里待着啊！捆着谁谁死，我看谁敢出来。一打半柳推咬死，他的加血完全不够。直接去越塔，在这里的等着啊，不要在这里。你干啥呢你呀，嗯，你跟我打小挖掘给你狠的，你瞅瞅。
磊妈呢？搁没搁塔下？这是有眼儿啊！往回忆。哎哎哎哎哎哎哎！这可不行啊！这可不行，这可不行，这能行吗？这有点放肆了啊！你要这么放肆的话，肯定是不行。中单包女062，好活呀！中单包女，我靠，我100年没见着这玩意儿了都。我真的有100年没见过中单的包女了。我只有 hold shot GG 的时候，我才见着过中单的包女。400块钱。算了，不追了，容易 ADC 过来了。这 ADC 好像要让人干了，这我一瞅啊，在这等着啊，别急，别动。只要不动，他就看不见我们。好，挖掘机要打蛤蟆，我来了。推。往左边走。我的小东西，插个眼儿。别急啊，在这等一下子。这不能上了啊，这 ADC 能杀就杀，杀不了就拉倒，俺们在这等。只能回家了。这把虚区不会很高，没出什么法穿装备，而且我们这暗夜收割者他也没有，守下中路吧。这包女的那是屁用都没有，连个屁都没有，你连个屁用都没有，兄弟，起来平 A， 我操，这不行啊，妈呀！哎，这没死，也太过分了，10滴血，早都我吐他一口了。哎呀，真难受啊！我来保护一下 ADC 吧。炸死了。喜欢亮牌是吧？我不咬你的脸呀，我咬。俺是 double 了。先把下路塔拔了吧，这样 AD 能解放一下。当然不要着急拔，等一等啊，让他的兵全部都没，省着我们家 ADC 亏。刚好。
假装走了，这波试试能不能把对面 AD 杀了。有视野，排一下。哎，炮车！他们需要指引。假装走了啊！假装走了，这波。这里有个人，隔墙咬，能咬多少血是多少血。别着急上啊，这波上了我们可能会死。这围着有眼儿，中。在这等，这个挖掘给啊，别急。在这等，我们只要不动，他就不知道。你别着急呀，你这。你急什么呢？来来来，救一下 ADC， 快快快快快！漂亮 ADC， 勾引成功，还骗了个点炎，不错啊！这奶妈敢这么走，我属实没想到啊，真牛逼！你敢这么走，我是真没想到，这奶妈，这波给螳螂了，不要，给那么要那么多人头啊，这不一定能赢得了的。一会儿闪现 eat， 一走得了，不闪现了，和队友复活了，算了。推，这包女儿死就死了啊，没关系。包女儿死不死，其实无所谓。W 一手，推一下，立中阿卡丽走，起飞。降落闪现，打不了 Q， 一中，先咬阿卡丽，再咬大虫子。奶妈来了，别着急。出个暗夜收割者。来个傻漏啊，出个帽子吧，傻漏吧，出个傻漏，来个钉，美甲窃魂卷买不起，为什么不闪现夺彩？因为想省个技能。当然这个是不对的，刚才那个确实应该闪现躲，刚才闪现躲好了。大虫子还能死吗？我留个 E， 大虫子应该能死。给你了，我要它没用，我蓝够用。我都不吃你们经济的，这25个刀差不多。扫一下右边。哎，挖掘给推，推，小心这边啊！咱先插个眼儿，一打不溜放 Q。这阿卡丽隐身挺烦的，套点盐，套点盐，我起飞降落。还有 E，
可以打大龙，兄弟们，可以打大龙。别对了，打大龙，打大龙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打龙打龙打龙。你真敢上来呀！打龙打龙打龙！你们去龙，我在这儿。就打大龙啊，这！哎呀，这打大龙都打下来了。我回家了，不不不不不，这大虫子杀不了，快走。没人听我的，谁到了？那就打龙啊，这波呀，怎么不听呢？这。谢谢诺神小雨，这个八绝杯是怎么回事？这个大虫子又是怎么回事？你是不是感觉你自己挺幼的？啊，这干嘛的？摇起飞，降落。你想杀我？你可以试一试。他敢不敢上？看看啊，他不敢上。小龙。阿卡丽，嗯，大虫子别让他吃我们啊！咬他，咬！一打板溜，他不敢上，我炸了他，炸他炸一下半管呢，他敢上吗？漂亮，走，这波可以大龙了，来来来来来，三个人。直接打就行了。叮！上当了吧？来个沙漏。让 ADC 在中路啊，在中路勾引，勾引着阿卡丽，看他敢不敢出来。他敢出来，我们就出来；他不出来，我们就不出来。扫一下，插个眼儿，继续上，没事儿。我现在就炸一下，他们都受不了，你知道吧？哎，往高地撒眼来！你真敢上来呀！我起飞降落，挖掘给给我们当跳板啊！啊，叮！怎么回事？阿卡丽怎么在这儿？哎，为什么我带回血的啊？包女儿给我加了一口包女儿。捆你的奶！